嗨，各位同学好，我是总统老师 David 老师。今天还是一样，让老师来带给你一些英语方面的学习的一些知识。今天老师要教的这个发音的韵音组合，它是 UFF， 发音为 UFF 发音为 UFF。好的，我们来看一些生词有用到 UFF 这组韵音的。我们看看 UFF 发音为 F 生词有 bluff, buff, cuff, fluff, gruff, huff, muff, puff, scruff, scuff, snuff, stuff。好的，我们看了这些发音的组合之后，来我们做一些基础的练习。好的，什么叫做 vowels？ 我们英语什么叫做 vowels？vowels 也就是我们在讲的母音或者是元音。vowels 母音或者是元音，母音元音有 a、e、i、o、u、a、e、i、o。U, A, E, I, O, U。 好的，我们知道英语的母音元音有 A, I, O, U。 在自然拼读这一块，我们会把母音元音分成几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我们最常用在教学中的，我们称它叫 long vowels。 long vowels, long vowels 也就是我们讲的长母音长元音。长母音长元音的发音的方式就是照着念A, E, I, O, U. A, E, I, O, U. 好的，我们知道看到这个自然拼读中小的长母音长元音，如果我们用国际音标的符号来看的话，会发现这五个长母音长元音中，其中有四个是由两个符号所组成的。而这两个符号的，在国际音标中，我们称它叫做双母音双元音 diphthongs。双母音双元音 diphthongs。好的，那第二个类别，我们在教学中常常使用的叫做 short vowels。short vowels, short vowels 也就是我们讲的短母音或短元音。短母音短元音的发音的方式就是 a, a, a。啊、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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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讲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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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个音哦，在短母音等元音啊，用国际音标中来看的话，它们都是一个符号所组成的。因此，这一个符号呢，在国际音标中，我们称它叫 monophthongs。Monophthongs 也就是单母音单元音。刚刚讲到有一个符号、啊、有一个长母音长元音、啊、它不是两个符号所组成的，也就是长母音长元音中的 E E E。 在英式的字典，我们在 E 的后面会加上两个点，加上两个点的也就是我们称长母音或长元音，而没两个点的我们称叫弱母音弱元音。有加两个点的我们可以称它叫做 long vowel with two dots， long vowel with two dots， 或者我们用国际音标讲，它就是说 extension， extension， 也就是长啊、哦，有这个两个点的叫长母长元。不过在美式字典呢、哦，美式的发音是没有区别的。好的，所以我们来做一点进阶练习。什么叫做 vowels？ 什么叫做 vowels？vowels 也就是 a、e、i。O, U, A, E, I, O, U, A, I, O, U 也就是我们讲的母音或者是元音。它的好朋友我们称它叫 semivowels。 semivowels semivowels 有 R, W, Y, R, W, Y, R, W, Y。RWY 我们称它叫做半母半元，半母音半元音。
因此英文26个字母拿掉了 AIOU 以及 RWY 元音母音啊，母音元音半母半元，剩下的我们都称它叫 consonants 也就是我们称子音或者是辅音。好的，我们今天要看我们今天的韵音组合叫 UFF， 发音为 F。好，我们找出一个生词来看啊、哦，比如说我们找出 fluff，fluff，F-L-U-F-F，fluff，fluff。好的，要注意一件事情呢、哦，我们来看 F 是我的 consonant，L 是我的 consonant， 是我的 consonant，U 是我的 vowel，F consonant。C 哦 ，F consonant。好的，那我们先注意第一个规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重复的，比如重复的我们就称 repeating。所以说我们最后结尾是 repeating F， 重复的 F。重复的 F，repeating consonant F。重复的子音辅音 F， 重复的 F 我们只要念一个就够了，一次就好了、啊、念一次就好了。所以因此虽然看到我们有看到 double F、啊、double F 两个重复的 F， 不过我们实际上只念一个。好，因此我们在 fluff 的组合我们是子子母子子，我们称它叫做辅辅圆辅辅。好的，我们看到这样的发音的练习之后呢，我们来看自然拼读怎么操作。自然拼读中一般我们会找到生词从左向右看，我们想从前向后推，找到第一个母音跟元音的位置，我们停下来看它的正后方有没有其他的母音跟元音，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单一的母音的这个母音跟元音的位置，它有个新的名称叫做 nucleus， 也就是合音。合音的前方我们称它叫 onset， 也就是首音。合音的后方我们称它叫 coda， 也就是尾音。所以 fluff 它的首音在 fl。Fluff 它的尾音在 FF double F。 好的，我们来看这边来做一个练习。好，也就是我们刚讲的 Fluff FL 是我的首音， U 是我的合音， FF 是我的尾音。好的，我们来操作一下啊，也就是我们的首音 onset FL， 合音 nucleus U尾音 coda ff。 好的，那现在记得这样子的规律，我们来记得自然拼读的规则，合音加尾音，也就是我们称韵音或连音，英文解释叫 rhymes， 合音 nucleus， 尾音 coda， nucleus and coda is rhyme 就是叫做韵音，押韵的音，我们称连音，连起来发音。好，我们来看基本的自然拼读规则。韵音中如果它是母子子或元辅辅的组合，通常我可以得到短母音或短元音，所以我们看到 UFF 的这个组合就吻合了母子子或者是元辅辅。母子子包含母子、母子子、母子子子，元辅辅包含元辅、元辅辅、元辅辅辅。如果一开始我们可以找到一对母母音或元元音，我可以得到长母音、长元音，结尾最后三个字母刚好是母子一或元辅一，一样我可以得到长母音、长元音。所以我们看到 UFF 它就是一个 vowel consonant consonant VCC 的一个组合，或者我们讲说母子子，我就称它叫元辅辅。好的，我们知道 U 的短母音、短元音就是念所以 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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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音如果是 BL Bl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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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uff 首音 b b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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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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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 fl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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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 gr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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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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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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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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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 scr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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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sc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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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 sn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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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st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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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再回到最上面 UFF 发音为 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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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音 BL BL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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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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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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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 FL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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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 GR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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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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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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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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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 SCR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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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SC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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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 SN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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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ST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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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同学们希望进入到我们最后一遍之前，希望同学们可以多加练习今天教的这一组韵音。好，老师希望你可以去找个字典来查一查今天这个韵音，老师教你的这组韵音啊，所配合的一些首音的这些组合啊，所拼出来的生词，他们的中文意思，可以利用这个韵音的逻辑啊，快速把这些生词给背下来。好，进行第三遍 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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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 BL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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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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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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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 FL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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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 GR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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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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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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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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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 SCR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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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SC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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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 SN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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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ST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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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老师要教你的就是如何去判断韵音的形成，了解韵音是如何形成的，利用首音加韵音，也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发音的逻辑概念。希望同学们可以利用我们这种发音的一个方式去多背一点生词，也希望同学们如果喜欢中统老师 David 老师在这边提供给你的韵音教学、自然拼读的教学，老师教导你的是自然拼读的规则、国际音标的认知以及韵音的形成。也希望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在收看完我的影片后，可以在老师影片后面按个赞，做个分享，或者你对今天的教学有些疑问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在我的影片后面留言，老师会解答你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谢谢大家收看。